新专辑，然后就是在当专辑发行了之后呢，就北京有关系，然后呢，现在是和那个袁景明导演有一个电影合作，然后要去布达佩斯，然后是一个动作片。是，但是他想问一下周周，那我们今天还是问了有很多的艺人，就是现在不管是在音乐方面还是在戏剧方面，都是两条路共同发展。那对于你来说，你觉得唱歌和演戏哪一个你觉得好像更得心应手一点？其实啊，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，作为一个演员，作为一个艺人，都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然后呢，这也是我的工作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是一个责任。因为我有这么多喜欢我的粉丝，我要对他们喜欢我负责，所以继续努力。哇，好暖心哦。